朋友们好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来到了这个 South Power 这里来钓鱼。今天天气比较热，但是这里还不错。你这样把蚯蚓穿上去，买的这种大蚯蚓，小的卖完了。只要鱼一响，它就中了。刚才弄了一下，直接手直接被鱼割了。啊！这个水库里面的水还比较清，所以比较适合用那个假饵。那今天的钓鱼收获非常不错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这个是金鲈鱼，这种可以带走了。